记得恁回来啊，哪里就换恁接手照顾阿公啊。我实在足忝的，我里边还洗身躯啊。哎，等下啦，妈，啊，我才拄回来，我嘛想要去洗身躯换衫啊，啊，那无我又感觉足压榨的啦。你拢出去耍鬼啊嘛？回来照顾阿公还是拄我好啦，搁底下给我找借口。妈，英，无安尼啦，恁先去休困，我来照顾阿公。我伫遐内底哦，都听到恁大家拢伫遐推卸责任嘛啦。恁哦，想要去倒就去倒啦，不用我家照顾就好啊，免徛在遮弯来弯去啊。啊，不过嘛，你着偏偏讲，干那要请一个，而且你搁讲啥物其他的时间哦，爱让咱家己人照顾。你安尼做，唔就是为着要表现你足贤惠，你足用心咧照顾爸的，啊，让爸感动，伊就袂去计较新鲜的代志啊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就予你表现就好啊！你是知影啥啦？飞鸿是啥物身份？康复敢会当乌白请？要请来的人吼，一定爱医疗知识充足啦，脚手溜俩，啊，佮有品行爱好。病医即马佫咧敬人啦，尔啦，啊，毋是讲歹请。哦，医疗知识爱充足，脚手爱溜俩，品行佫爱好。阿公妈。这哦，恁拢做袂到啊！你是安怎撇手来照顾爸？你敢唔惊爸会出代志哦？还是讲你是咧等康复来进前的这段时间，爸若是出什么意外，都无人知影是什么原因啊？恁若无想要照顾你的大哥，无用做你啦！参像你这款哦，手病单啦！敢若一个嘴骨来的新妇哦，是歹新妇，我管无得了的。嗯，这就是我辛辛苦苦一世人所换来的亲人，无一个是真心的，无一个是人啊。当初我根本就无应该硬要让万新敏嫁入来阮母家，无得靠即马信泰、甲汪有芳，还佮有依林，拢伫我的面头前咧诱惑我。你是唔通袂记，飞鸿是爱要找你算账的哦。你即马这么着急要刺激伊，是想要让伊赶紧恢复健康，第一个来处理你。哦，唔免，唔免麻烦爸。我若是拄到危险哦，我阁会当转去后头厝。啊，唔过妈你就无同啊。爸若是找你算账，你去用吼出去。啊，你是要走去倒？啊。你敢会是要走返去你的前翁陈忠贤遐，还是讲你的老体新妇廖蒙子那边？安尼敢好？大嫂啊，你有减讲两句啊！咱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不管有啥误会啊，爸一定会听咱的解释。即马上要紧的，就是让爸会当赶紧恢复健康。那真正是一家人。才会听解释啊！但是即马真歹讲啊，你也免在遐拍哪凉啦，你嘛是靠势盈盈才会当徛伫个遮的。先莫讲阮爸是毋是有甲你当作是一家人，伊是毋是有甲你当作是人拢毋知影。无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好，好，老甲我出去啦，飞鸿我甲你照顾就好啊啦。飞鸿啊！我有甲你做一寡哦干贝粥啦，啊你先食过吼，等下再同我食药啊。来，恁食。嗯，我乃敢食你饲的物件，想知你伫内面甲我加什么料？辉煌啊，你乃不爱食啦？这是你上爱食的干贝粥呢，我看足久啊。爸才不敢吃你煮的糜啦，我看爸的心内也是有数啦。爸，其实哦，你不用跟我这些亲人客气，你想看卖，你现在坐在那里，嘴也不讲的，也不写字啊，都要靠我们这些亲人给你照顾呢。就算说我知道你好起来了，会找我们算账，啊，不过我刚刚对你不离不弃啊，你应该感恩唔才对。大嫂啊，
你讲话较有站在啊！咱对爸不离不弃，这是本分，这是应该的。爸，自从你破病了后，我知影有真济人想要甲你黑白讲，甲你洗人，甚至佫讲甚物我唔是你的后生。你千万唔通甲这话放伫心肝内啊！我自出世啊，你又甲我捧伫手中心，我哪有可能唔是你的后生？你讲对吧？我嘛希望你是我的后生啊，也毋过证据摆现现啊，陈忠诚讲的话我拢听着。信的，你若较安分的，我也有可能勉强来接受你。也毋过你家己望良心想看卖咧，你做偌济苦我的代志，即马甲我讲起来，佮有甚物意义？妈，我来。啊！有看到吧？爸愿意花钱吃物件，就代表讲伊愿意原谅我。爸，哎呦！爸，你是安怎？我来解释啦。阿公这个行动艺术啊，就叫做吐槽了。你拄只讲的话，伊咧甲你吐槽。你到底是凭什么站在这里跟我讲话啊？赵斌是母家的囝婿啦。阿姐，你拄才讲一堆白囝真心，敢那是感动你家己啦？你是袂记哩？你篡改伊人的比对报告，你害阿公差一点仔无机会当治疗。你即马伫阿公面头前讲一大堆假友好的话，阿公吼。无连昨昏食的物件做伙吐出来，已经算是伊的胃肠足勇敢的啦。其实我真正足好奇的，你真正的时分到底是啥？阿妈，你是为倒位找来这只泥巴咧假太子的啊？敢是流浪动物收容所？你是嫩滚开的小白脸，卖搁叠叫我白白啊！赶紧回去管内底烤温暖。你这只饲料的吧？既然敢伫只乌白飞，甚至搁要甲人咬，食个歹！你，那有电啊？你讲你爸爸身躯顶有电？我拄则碰到伊的轮椅，我着往电着，我的手到即马讲咧嘛。爸的身上是有送电击棒哦。凯浩，你检查看卖啦。是安怎爱我去检查？无你是爱我跟我妈去检查哦。你别啰嗦啦，你这么大人，惊啥？你一定有把我的轮椅做改装来保护吧，我小看出来就能够启动机关，谁敢我来伤害我，就会去让电到金死死，可怜有效。安总，有找到什么机关无？无。那咧就甲你阿公位轮椅顶面刷落来，偷偷检查，啊，若无足危险的啦，紧的啦。不过若是刷落来，啥物破啊？我是无爱哦，我无想要放电啦。那咧就甲伊等伫个涂骹，我真唔相信，甲伊等伫个涂骹，伊还阁会当电？凯浩，去甲你阿公刷落来，紧的啦。你要创啥？你想要对阮安怎？拄只哦，恁阿姐脚都轮椅啦，煞去互电着啦。啊，阮是惊恁阿公哦，嘛会去互电着，有啥物失格差，所以要检查轮椅。看来拄只有人欺负阿公，放电啊！
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哈？我有替阿公的轮椅做改装啊，买阿公感觉有危险，就算伊身体足虚的，这台轮椅嘛是伊的保镖，会当发电攻击歹人。阿公，你看，这有效吼？哼，轮椅还阁会当改装哦，唔惊危险哦？阿公跟恁在做伙哦，才是危险啊！当然嘛要保护家己啊。我靠肯定啊，好好照顾阿公。阿若无，我继续跟恁定个金丝丝。你哥坐在这是要创啥？敢讲你爱我甲依林，就要照顾爸？你的头脑哪会遐尼啊钝啊？唔通忘记，明仔载就要去标土地啊！我拄只看伊摕一个公事包入来啦，伊的标价哦，一定在内底啦。啊，你唔趁这个时阵去看伊标偌济钱，是要等什么时阵啊？讲你有偌精工，我都唔信。连电脑拢是拍过的，我看根本就是拍算要我看标案的。听到我电脑，哇，哪个宕机啊？看来明仔载需要重灌啊！这个吴依林，四界拢通电，你是皮卡丘啊？害我好电着两界，这叫够痛的。那是妈讲的公事包，但是标书就伫内底。你一只皮卡丘，做遐济封闭，到最后还是我找着啊！明仔载就我甲你定甲惊死死啊！